梅花的年年里，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。自传第二部，两封来信。埃贝尔·詹姆斯先生的来信，收信地点巴黎。我可亲可敬的朋友，我常常想到要给你写信，可是又不能不考虑这封信可能会落入英国人手中，万一让某个印刷商或者好事之徒把其中部分内容公布于众，那不仅给朋友带来痛苦，也让我自己受到谴责。不久前，我收到你写给令郎的手稿23页，不甚欣喜。信中叙述了你的出身以及1730年以前的生平，附有摘录，也有你的手稿。我抄录一份随函奉上，如果你继续往下写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，使前后两部分能够连接起来。如果你还没有动笔，希望你不要再耽搁下去了。正如牧师所说的，人生无常。如果人后而又人爱的本杰明·富兰克林离开朋友撒手而去，人世间就会少了一部令人赏心悦目大有裨益的作品，那么这个世界会怎么说呢？因为这部作品不仅使得少数人，也使得千百万人得到乐趣，受到教育，这样的作品对年轻人的心灵有着巨大的影响。在我看来，任何著作其影响都不能够与我们公众朋友的札记相比。这本札记在不知不觉地引导青年，使他们决心上进，努力争取像札记作者那样成为善良而又杰出的人。比如说，假如你的作品出版，我以为不会不出版。引导年轻人像你年轻时代一样的勤劳和自我克制，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何等的幸福啊！在我所知的这一代人中，没有哪一个人，或者许多人加在一起，能够有像您那样的影响，注意促进美洲年轻人的勤劳节俭、自我克制和早日关心公众事业。这并不是说这部作品就没有别的价值和用处，远非如此，但这一方面的价值尤其重要，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与它相提并论。埃贝尔·詹姆斯。我把上述来信以及内附的材料送给一个朋友看过，我收到了他的回信，信间内容如下：本杰明·沃恩先生的来信。我最亲爱的先生，你的教友会朋友为你收集的有关你一生主要事迹的札记，我看过以后曾经对你说过，我要写信给你说明我的理由。为什么你的那位朋友希望这本书写完并出版是多么有益？前面一段时期，由于琐事缠身，我一直未能提笔，而且就是写了，也不知是否有价值。
不过现在我正好有点空，还是想写，至少我能从中得到乐趣，受到教育。对于像你这样有风范的人，可能在措辞上会有冒犯之处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如果给别的人写信，那人也像你一样善良，一样伟大，但没有你那么谦逊，那么我会说些什么？我会对他说，先生，我恳请你写出你的生平事迹是出于以下的动机。你的一生实在不平凡，如果你自己不写，别人也一定会写的。与其让别人写，可能会出现诸多错误，不如自己写出来更好。再说了，你写的自传能够展现本国的状况，在很大程度上会吸引那些高尚大度的人前来新大陆定居。他们渴望了解你国的国情，而你又声名远扬，我看还有什么广告能比你写的自传更有效呢？你的经历和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的习俗和环境息息相关。就这一点而言，我认为凯撒和塔西佗在著作中对人性和社会真实性的批判，并不比你的更有趣味。先生，在我看来，你的自传为铸造未来的杰出人物提供了机会，再加上你那本陶冶个人品行的《道德的艺术》，你打算要出版的，常常有助于促进社会和家庭两方面的幸福。与这两本书比起来，我上面的陈述的那些理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先生，我提到的上述两本书，特别是为自学成才的人提供了崇高的原则和范例。学校的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，往往采取不切实际的原则，方法笨拙，容易产生误导，而你的方法简明扼要，有的放矢，在父母和年轻人找不到正确的方法，无法设计或者判断合理的人生道路时，你却发现了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，多么珍贵啊！对一个人思想品德的影响，如果到了晚年，那么这种影响不仅为时已晚，而且收效甚微。正是在年轻时期，我们培养了我们的习性和见解。正是在年轻时期，我们选择了职业、事业和配偶。正是在年轻时期，我们确定了人生的转折点。正是在年轻时期，我们甚至确定了下一代的教育方向。正是在年轻时期，我们确定了个人品格和公共道德观点。人生这个术语意味着从青年走向老年，人生从年轻时代开始，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，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确定人生主要目标之前，更应该如此。你的传记不仅可以使得自学成才的人有所教育，而且可以使得聪明的人得到启迪。即使是最聪明的人，在悉心看到另一位智者的行为以后，也能够受到启发而取得进步。我们已经看到，人类自古至今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前进，几乎没有人指点迷津。那么弱者为什么没有权利得到这样的帮助呢？告诉他们吧，先生，
告诉老一辈和小一辈应该怎么做，让普通人变得聪明，让聪明人变得像你一样的大智。政治家和军人对待人类是怎么样的残忍，我们已经看到了。尊贵之人对待自己的朋友又是如何荒唐，我们也看到了。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榜样，他态度谦恭、善良，具有和谐可亲、令人羡慕的品德，这岂不很有教育意义吗？你可以叙述生活方面的琐事，那同样也有相当大的好处，因为我们尤其需要了解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谨慎原则，也想悉心知道你在这方面是如何处理的，这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问题。可以解释早就应该向他们解释的许多小事，让他们有机会成为远见卓识之人。说到个人的阅历，称得上捷径的办法就是把他人的经验以饶有趣味的笔调写出来，这肯定只能出自你的笔下。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以及对其处理的方法，要么简单明了，要么凝重严谨，都一定会使人感动。我相信你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，一定会像你组织政治或哲学讨论那样，会有独到的见解。人生的体验，人生的安排，考虑其重要性，也考虑其谬误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价值呢？有些人没有道德，有些人胡思乱想，还有一些人居心叵测。但是先生，我相信你所写的同时还有聪慧、善良，切合实际。你的自传，因为我以为我正在描述的这个人与富兰克林博士有类似之处，这类类似不仅表现在品德上，也表现在个人生平方面，将会展示出出身微贱并不可耻这个认识很重要，因为你已经证明一个人的出身与幸福、高贵和美德相比，那是多么微不足道。要实现一个目标，没有方法也办不到。我们发现，先生，你也制定了一个人有所作为的计划，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，虽然结果很美妙，但是一个智者从事事业的方法却很简单，那就是依靠人的本性、道德、思考和习惯。你在自传中还要指出的另外一件事情是，要想登上世界这个舞台展现自己，那需要等待时机。人们往往注重一时的热情，容易忽视来日方长的道理。因此，人们对自己的行动要有所安排，以便与整个一生相适宜。你的秉性已经体现在你的生活之中，使你的生活感到满足和愉快，而不是因为愚蠢的浮华与悔恨而苦恼。那些以伟人为楷模，陶冶自己情操的人，很容易采取你的方法，因为你的为人往往具有忍耐的品德。先生，你的一位教友会的通讯朋友，在此我再次设想把信中的主人翁比作富兰克林博士，赞扬你的勤劳、朴实和节制，并把这些品质堪称为青年人的典范。
可是他却忘了你的谦逊谨慎和公正廉洁。没有这两点，你不可能潜心于有所进步，也不可能随遇而安。这充分表明淡泊名利和调节心理的重要性。如果你这位朋友也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声望和品性，他可能会说，你往日所写的著作和采取的种种措施，一定会使人们对你的自传和道德的艺术表示关注。反之，上述两本著作就会使人想起你往日所写的著作和采取的种种措施。这就是具有多种品格的优势，这种优势又促使其自身的品格得到充分的发扬。这样，你的自传就具有更大的作用，因为不懂得修身养性的人，或许比没有时间去修身养性的人要多。但是，先生，我还有最后一点想法，关于把你的一生写成传记的意义。传记这种题材似乎有点不够时髦，但是却大有用处。你的传记也许有特别意义，它可以用来与各式各样的暴徒和阴谋家的传记做比较，和寺院苦行僧的荒唐以及无聊文人空洞的传记相比。如果你的自传能够鼓励更多的与你同类的作品问世，使更多人的生活值得做传记，那么你的传记价值将抵得上普鲁塔克所写的传记的总和。有一种人，他的每个优点只能适合世界上某一个人，我对此不以为然，也就不敢恭维。因此，亲爱的富兰克林博士，在我快结束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想对你本人有点个人的请求。那么，我亲爱的先生，我真诚地希望你应该向世界展示你高尚的品德，否则你的品德会在人世间的争论中遭到掩盖和重伤。考虑到你年事已高，处事严谨，又有独特的思维方式，除了你本人以外，任何人也不大可能充分了解你的生平事迹和你的内心世界。不仅如此，现时代的重大革命也必然要求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自传的作者。既然该书展示了道德的原则，那么这些原则如何发挥其影响就显得特别重要。你自己的品德将备受人们关注，那这种品德就应当，这不仅影响到你的幅员辽阔正在崛起的国家，也影响到英国和欧洲，为世人敬仰，代代相传。进一步说，为了人类的幸福，我一向认为，我们不但有必要证明，即使在现阶段的人类还并不是那么十恶不赦的动物，我们还要证明，正确的管理方式可以极大地使人改过自新。为了同样的理由，我非常渴望人们能够接受这个观点，在整个人类中，人都有着高尚的品德。如果真的以为所有人都毫无例外的不可挽救，那么善良的人们也会放弃无望的努力。或许想到在人生中你争我夺，或至少要营造自己的安乐窝。我亲爱的先生，快行动吧。
以指针朝夕的精神动笔吧。你本来就是善良之人，展示你的善良吧。你本来就是节俭之人，展示你的节俭吧。尤其重要的是要证明，你自幼就热爱正义，热爱自由，热爱和平，而且这种热爱是出于自然，矢志不渝。正如我们在你人生过去的17个年头里所看到的那样，要让英国人不仅尊重你，甚至爱戴你。他们对你的国家个别公民有了好感，便进而对你的国家产生好感。你的同胞感到自己受到英国人的尊敬，他们也同样会尊敬英国人。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，不要仅仅局限在说英语的人民。等到许多自然方面和政治方面问题解决以后，就要想到改良整个人类了。我尚未看到自传的任何部分，只知道该书的主人公，因此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但是我相信，我提到的自传以及道德的艺术，一定能够满足我的主要愿望。如果能采纳我提出的几点意见，那就更能符合我的期待了。即使你的作品并不像你的崇拜者所期待的那样成功，那至少你已经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愉快。一个人能给别人以心灵的愉悦，就等于给生活增添了美好的色彩，否则就会为忧虑所愁，为痛苦所笼罩。我希望你能倾听我在此信中对你的祈求，亲爱的先生，祈求你的允诺。本杰明·沃恩，巴黎，1783年1月31日。本杰明·富兰克林，道德名目及戒律。一、节制，食不过饱，饮不过量。二、节言，于人于己不利的话不说，避免琐碎的闲聊。三、秩序，物件有所归，办事有定时。四、决心，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，决心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。五、节俭，花钱要于人于己有利，绝不浪费。六、勤劳，珍惜时间，时间要花在有用的事情上，力戒无意义的举动。七、诚实，力戒虚伪欺诈，心存良知与公正，说话亦如此。八、正直，不做有损他人的事情，要做对人有益的事情，这是你的义务。九、中庸，不走极端，别人对你的冒犯若是正当，就要善于容忍。十、整洁，身体、衣物以及住所要保持清洁。十一、宁静，对待琐事、平常事或者不可避免之事，不可自扰。十二、贞洁，
不要纵欲过度，有伤身体，切忌损害自己或者他人的安宁和名誉。十三，谦虚，仿效耶稣和苏格拉底。干死共产党！